今天给你们拍一个慢动作版的电鳗放电啊！这回你们再说看不着他放电，那我属实没招了啊！没有撤退可言。那音乐停了，刚才那是电是没电的呢。他刚才是松了一下嘴，完了那个鱼是不动的是吧？完了他给吞进去的。大哥，你电的不明显了，大哥，能不能电的明显点的？以后啊，就是不咬他，完了那个鱼就碰到你那一瞬间，啪嗒，那鱼一下就直了，就要那种要。你说你这叼嘴里，你咔咔一顿放电的，他们这看的不明显呢，曼哥。那得了，下回的吧，再让他电一下子。我这么的，我先给他充会儿电。我先充几天。要不然你们这老要看电鳗放电，整的哪天他这在在电竞鳗王了，可怎么办呢？先充几天吧，完了我再拍个明显放电的。